发光线在里面，宝宝极光的感觉啊，宝宝。白的我再看一下，可以，宝宝。白的更闪啊，宝宝，更加大颗，更加华丽的，宝宝。你看没有，宝宝？四号链接是358元价格，宝宝，超薄机芯，超薄表带款，宝贝儿，不要带支付啊，宝宝。可什么，宝贝儿？小黄车链接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的线线了，宝贝们。不要带支付，宝宝，秒拍秒付现货现发，我白冰男只有一个的库存了，宝贝儿。好，赵宝，赵永远，宝宝看一下，你拍白色，宝宝，你信我，你拍白色，白色更适合夏天啊，宝宝，白色更亮眼，更吸睛。你看，这白色儿，这黑色，这是黑色的，黑钻泛白光，这是白色的，宝宝，我觉得白色真的好。白色真的好看得多啊！欧宝小黄车链接，宝宝白冰蓝只有一个。刚刚那位有位宝宝不要带支付，成都的这位朋友，宝宝，哎，我直接给他踢单了，主播直接给他踢单了，哎，主播踢个单。不要占我库存嘛，真的很讨厌占库存的，把踢了。OK， 哦，你还在吗？要看的话给我说啊，宝贝儿。来，乖乖，赵永远宝宝，我给你细节展开讲讲。你看嘛，宝宝，白色明显就更加闪一点点，宝宝。如果你想要帅一点、低调一点，你就拍黑色，宝宝。还有个选择方案，宝宝，如果你深色系的衣服比较多，你就戴黑色的；如果你浅色系比较多，你就戴白色的，宝宝。主要区别也在于这里啊，宝宝。它给你做是个398元价格，宝宝，它可以当成情侣款来佩戴的。这两款手表呢，也是给你做个现货，宝贝儿，今天拍下，今天可以发货，宝宝。这是白色的，在我们家里的一个升级版本，在20号链接。这是黑色的一个升级版本，在22号链接，宝宝。再给你看一下1.0的没有升级的版本，它的钻有什么区别啊，宝宝？1.0的宝宝钻就没有这么好看，宝宝。1.0的钻没有这么好看，宝宝，你看没有？恭喜老板团大家20号链接啊，宝宝！谢谢赵永远宝宝的有支持啊，宝宝，谢谢宝宝。小阿张宝宝都买过咱家手表了，宝宝点一个小关注呗，宝贝，喜欢主播点个小关注呗，宝宝。欢迎笨笨，直接去看没有，宝宝送什么赠品？礼品袋、调表器、小表盒，宝宝，手表三件套给到你，宝贝。主要的话是里面有个拆表器，宝宝，你可以根据自己手腕的大小进行调节，宝贝。30斤带到300斤，宝宝，欢迎温迪宝贝。差别，欢迎从小就叫少，欢迎直播间宝宝们，大家们感兴趣的手表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。然后呢，宝贝儿，我们家有个售后有赵宝儿，我们家是7天无理由，180元质保，手表在半年以内有任何质量上问题，掉钻掉色、发黄发黑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，宝宝可以先买回家去上手试戴和体验一下下，宝宝们。然后半年以内掉半颗钻都可以找我，给你们做一个售后无忧的，宝宝完全放心去戴啊，宝宝。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喜欢主播可以点个小关注，宝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播手上拿的这款，我们家一个4号链接，宝宝，白冰蓝果冻海，它只有一个2块的一个线线了啊，宝贝儿。小黄车链接只有2个的线线啊，宝宝，喜欢的话，宝宝抓紧时间去冲，宝宝。方圆盘那个设计，宝宝，40到41的表径，上手非常有质感的。表盘内里两束交叉光线啊，宝贝们。两束交叉光线是可以跟着手腕的大小是可以晃动的，宝宝。手表背面呢是你作为镜面抛光处理，上手非常亲肤，宝贝儿。VJ32机芯啊，宝宝，电池可以用2到3年的，宝宝。这款手表非常抬气质，宝宝，走的是个气质挂，上手显白衬肤色，宝宝，视觉降温、冰霜融化的效果，宝宝，也是我们家最近在推的上新的一个新款，宝宝，夏日限定款。358元价格，宝宝，4号链接，喜欢的宝宝可以直接去拍。大家喜欢这个手表，宝宝不要带支付，秒拍秒付，现货现发，宝宝们少量库存啊，宝宝，咱家占订单的话，宝宝会直接去拍啊，宝宝。给咱家来好评了吗，宝宝？小阿张宝宝有好评吗，宝贝儿？谢谢你的一个反馈，宝宝，谢谢你，小宝儿。4号链接，宝宝，这个手表就给它过掉了啊，宝宝，喜欢的话直接去冲了啊，宝宝，欢迎萤火虫宝贝们，想要看其他款跟我说，大家还可以看一下5号链接，宝宝，358元价格，宝贝儿，27号的，那你真的很快耶，
那真的效率高啊，宝宝。我们家能发的话，现货的话，发货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啊，宝宝。除了有时候仓库爆单了，发仓库搞不赢的时候才会比较晚，宝贝儿。五号链接有没有喜欢的宝宝？358米价格，宝宝，八边形表盘，42表径，很大气的手表，宝宝。表盘内里两束交叉光线跟着你手腕晃动，宝宝。指针带夜光小窗带日历的，宝宝。昨天到我最终粉了。好的，宝贝儿，谢谢你，小宝儿，谢谢小宝儿。手表男女同款啊，宝宝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戴，宝宝们。30米到50米的生活防水，宝宝一并带给大家。你们5度以下就随便碰，宝宝。收货之后，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宝宝先去淋一下水都是可以的，宝宝。欢迎 JKK 宝宝，你们想要看手表，宝宝，1号链接390，这个是我们家5号链接，宝贝儿，358米价格可以直接带回家，宝宝。看一下上手效果吧，宝宝。不掉钻，不掉色，不发黄，不发黑，宝宝真的非常帅，宝宝，你这戴出去亮眼，宝宝一下子抓金到你，宝宝们，时尚感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宝宝。358米的价格，宝宝值得你们去入手，宝宝，喜欢的话直接去冲就可以了，宝宝。有什么纠结和犹豫的点可以给我说一说，宝贝儿，不要太害羞，宝宝，早拍早发，早买早享受，宝贝儿。秒拍秒付现问现发啊，乖宝们。有任何问题找扣在公屏上，宝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直播时候拿1号链接黑红罗马也是可以的，398米价格，宝贝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1号链接，宝宝，黑红罗马，圆形表盘42表径，宝宝属于一个黄金比例，你们手腕粗手腕细，你戴它都可以，宝宝们，而且它指针是带夜光的，宝宝 ，Super Luminova 的夜光涂层，白天可以吸光，晚上它是可以发光的，宝宝。我们家通通做进口，宝宝，包括机芯都给你做，是个进口机芯，进口电池，宝宝们，戴2年、戴3年都没毛病的啊，宝宝，放心去戴。手表给你们做一个防水，宝宝，逢人就说2000多，把链接把我们直播间推荐给他，宝宝，叫他来找主播晨晨拍，叫他来找咱拍，看一下30米到50米生活防水的啊，宝宝，5度以下就随便碰。男女同款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戴，宝宝，黑红配色经典不过时啊，宝宝。上手贼拉酷炫大气啊，宝宝，时尚潮的一个手表，宝宝，398米价格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宝宝。我们家的热销热门款，宝宝，1号链接现显，今天拍今天发，不需要等，宝宝。镜面抛光设计，宝宝，健身运动打篮球，不闷你汗不假你汗毛的，宝宝们，欢迎贾威宝宝，欢迎大家。有感兴趣的宝宝不要去纠结，宝宝不要加入购物车就没事了，宝宝喜欢的话直接去冲啊，宝贝儿。我这项链调一整一下，欢迎求在他城宝宝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老灯儿，欢迎梅子宝宝，欢迎大家。随便想。欢迎新进入直播宝宝们，大家小红书链接浏览一下啊，宝宝，左下方啊，宝宝，走过路过不错过，宝贝。早拍早发早买早享受，宝宝，欢迎生而爱人宝宝，欢迎大家。主播说呢，这款是我们家1号链接，宝宝，是我们家5号链接，宝宝，一个黑红华夫格非常亮眼吸睛的一个手表，宝宝，也是属于一个男女同款，宝宝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一个手表啊，宝宝，所见即所得，我直播间啥样你收货就啥样，宝宝们。背母偏光设计，两束交叉光线，宝宝，活灵活现啊，形象生动的一个效果在里面，宝宝，178克的一个高克重，拿在手上压握感非常强，宝宝，沉甸甸贼拉有质感的一个手表，宝宝，男女同款啊，宝宝，手表不分男女，给你们做到都有个30米到50米的生活防水的，宝贝儿，5度以下水随便碰，收货之后先去淋一下水都是可以的啊，宝宝，三百五十八米价格可以直接带回家，
手表不分男女，宝宝再次强调，而且给你们做是现货，宝宝。5号链接手表做现货，宝宝今天拍今天发货，宝宝质量你们可以完全放心，蓝钥匙这么刮这么蹭都不掉的，宝宝非常抗造耐磨损的一个款啊，宝宝们看一下。欢迎落日宝宝，欢迎去拿宝宝们，有没有感兴趣的手表可以给我QQ链接号，宝宝左下方小黄车链接浏览一下，宝宝走过路过不错过，宝宝欢迎星星。1号链接黑红罗马宝宝，亮眼吸睛宝宝，黑钻白光啊宝宝，有亮有质感，宝宝们不是市面上普通的一个水钻，宝宝 5A 级澳钻，宝宝分等级的，宝宝们不掉钻不掉色，八爪香啊宝宝，不是雕水粘合剂粘上去，镜面强化矿物质镜面，宝宝这么翘这么打不掉的，宝宝们亲肤不敏敏啊，宝宝们健身运动打篮球不闷你的汗不夹你汗毛的，宝宝手表侧边可以调节，宝宝有预留孔位，30斤戴到300斤，宝宝男生女生都可以去戴啊，宝宝喜欢的宝贝儿直接去冲，宝宝直接去拍啊，宝宝有没有感兴趣啊，宝宝1号链接去拍就可以了啊，宝宝直播间啥样收到货就是什么样的，宝宝这款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入手，宝宝们大家感兴趣的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贝儿我们家7天无理由180元质保的，宝宝手表在半年以内有任何质量上问题，宝宝掉钻掉色发黄发黑都可以找我的，宝宝咱是给你做一个售后无忧的，宝贝儿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非常难得非常少见的手表，宝宝去拍啊，乖乖直播间啥样收货就是啥样的，宝宝们看一下主播自己都会带的啊，宝宝真是头发欢迎狼里狼宝宝，欢迎大家直播间宝宝有没有感兴趣的手表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，宝宝左下方小黄车链接走过路过不错过，今天拍今天发货，嘴皮子讲溜了，没有人想要给我扣链接号吗？欢迎大宁宝宝，你们想要看看手表，黑女黑男也 OK 啊，宝宝。这是黑女，还有黑男，欢迎大家，欢迎直播间宝贝们，欢迎刮风这天。看一下宝宝主播双拿这碗黑蓝在2号链接398免价格，宝宝我们家罗马系列都是非常好很受欢迎的，宝宝男女同款的，宝宝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，宝宝们欢迎雪糕冰淇淋宝宝，欢迎陶阳宝贝主播双拿这款5号链接也可以看一看，宝宝358免价格，宝宝看一下它这是给你大家做一个磨砂的一个质感，宝宝会稍微的低调一些些，宝宝们磨砂这个细闪宝宝叫做双金工艺，佛罗伦萨市面宝宝经过16个小时的打磨抛光才有的一个质感的，宝宝们马尔代夫男什么时候有货，快的话就7天，慢的话就15天，宝宝然后呢如果你很着急的话天天来我直播间蹲，欢迎文啊宝宝天天来我直播间蹲看有没有人退货啊，宝宝没有准确时间，欢迎小蛮腰，小蛮腰宝贝们想要看看手表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，宝宝欢迎阳光帅气的大男孩，宝宝左下方链接宝宝浏览一下，想要看什么手表给我说，化不化妆差这么多，哎你是不是那个，哦我记得你我今天播那个直播间那个时候我播早场卖的又不好，我又没有化妆素颜对啊女孩子差别很大的，女孩子差别是我还是不是化妆好，为什么为什么，恭喜老板传大家4号链接 H 宝宝4号链接看一看，宝宝今天好开心对呀、啊、哦乌云好久不见，乌云怎么难得来我直播间看我，好难得对呀、啊、漂亮吗，因为好看呀，戴了新美瞳啊老铁们看
等会老板又说我摸鱼了，为什么不化妆好啊？文乌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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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宝宝们，这款手表色号链接，有喜欢宝宝还可以拍回家去试一试啊，宝宝。这款只有少量那个现货了，宝宝，还只剩下一块的一个线线了，宝贝儿，只有一个了，宝宝。视觉降温、冰川融化的一个效果，宝贝儿，男女同款来着的，宝宝。青春，对我穿，我一化妆了之后，完了之后那个再穿那啥一点的话，就显得很成熟。但没关系，我已经接受了。我已经坦然接受，我不是很走的，不是青春年轻挂的那个手表。这边宝宝们，你有喜欢手表给我 QQ 链接号，宝宝就是辣妹了，浅辣一下啊，宝宝，浅辣一下，宝宝，浅辣一下。欢迎福西西，福西西宝宝，你们想要看手表，宝宝，我们家手表男女同款的，宝宝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戴，宝宝，我。一样的纹，因为一讲话就露馅啊，宝宝，我一讲话就露馅，宝贝儿。我朋友他们也是这么评价我的，不说话是个样子，一开口一了解就是一个比较憨的那一种。欢迎今天吃了吗？欢迎大家，宝宝们有喜欢手表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吗？宝贝儿，小黄车链接浏览一下下，宝宝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，宝宝们如果没有人宝宝说话就给他过一下其他手表了啊，宝宝，这款四号链接，宝宝还有多少个？还有一个了，宝宝，我希望能给他卖了，宝贝儿，358米价格，宝宝，方圆盘那个设计，宝宝，40.5的表径，上手非常精致的，宝宝，表盘内有内里有两束交叉光线，就可以跟你手腕的大小是可以晃动的，宝宝，波光粼粼的效果，宝宝，视觉降温那个即视感，宝贝儿，文宝，你的手表买了吗，宝贝儿？有没有你喜欢的手表，宝宝？看一下，宝宝，这款是给大家做一个超薄机芯超薄表贷款，宝宝，表盘越薄造价成本是越贵的，宝宝，这款是358米价格就可以带回家，性价比是真的很高了，宝宝，而且防水都有一并带给你的，宝宝，30米到50米的日常生活防水的，宝贝儿，没买，为啥不买？没关系，你不买也可以。欢迎乖噜噜宝宝，小黄车链接啊，宝宝，四号链接只有一个的一个线线，宝贝儿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去拍哟，宝贝儿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去拍，宝宝，我完满也在你，所有兄弟在心中，宝宝，亲亲宝贝 ，kiss 一下，爱你宝宝，爱你宝贝儿，哎呀，我这个搓头发，我真的今天专门打了发胶，让它固定在这儿，也没固定上。也在你这吗？谢谢你宝宝，谢谢你宝贝儿，你的心意我领到了，宝宝感受到了。打错字了，我看得懂，我又不是笨蛋，看得懂宝贝儿。有没有想要看手表，宝宝？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号链接啊，宝宝，398米价格，咱家一个一号链接黑红罗马，宝宝们。圆形表盘42表径，宝宝，黄金比例来着的，宝宝，手腕粗手腕细你都可以戴，宝宝，黑钻泛白光，宝宝，有亮有亮的质感，你拿钥匙这么刮这么蹭都不掉的，宝宝，它是非常抗造耐磨损的手表，宝宝，不是宝宝，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那个券啊，宝宝，有的人你会发现有时候来买手表的话那个券要便宜一点点，是因为那个有个券，宝宝，它是抖音官方随机给的，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，宝宝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，如果这个券，宝宝，你半个小时不用它就直接失效了，宝宝，能懂吗？好的宝贝，等你啊，宝宝，等你干嘛？欢迎月度迷津宝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播手上拿的这款，有没有喜欢的，宝宝，一号链接黑红罗马，男女同款啊，宝宝，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戴，我们家钻都给你做5A级澳钻，珠宝级别深度的，宝宝，偏光黄耳是特别闪的，宝贝儿，二仙桥是走路过了吗？看一下宝宝，不掉钻不掉色，拿钥匙这么刮蹭都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宝宝，强化矿物质镜面来着的，宝宝们，30米到50米的生活防水一并带给大家，宝宝，5度以下的你随便碰啊，宝宝，哎呦，难得啊，欢迎你啊，宝宝，欢迎文，
398宝宝带回家，宝宝拍回家去上手试戴和体验一下下，宝贝儿，直播间啥样，收到货就是什么样，宝宝。对，宝宝，这券是随机给的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，宝宝。对的，宝宝，你那天没有，你现在买就要598年价格，宝贝儿。欢迎谢大哥，宝宝，主播手上拿这款，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去拍，宝宝。是的，宝贝儿。别，有老板，没必要。没必要啊，没必要，朋友。欢迎小汤，欢迎直播间宝宝们，小宝们不要在直播间待着不说话，宝宝。小黄车链接浏览一下下啊，宝宝。我要来逮人了 ，DW888 宝宝。湖南深情分宴宝宝，南一董，小汤，比奇宝宝宝，有没有喜欢的手表宝宝？可以给我 QQ 链接号，宝贝儿。小黄车链接浏览一下下吧，宝宝。主播可以给他进行讲解和介绍都没问题的，宝宝。主播给你们过款啊，宝宝，基本上只会容易过一些热门款，如果你要看其他款的话给我说，宝贝儿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经常被吓到，主播的时候也经常被他们吓到，不知道。我朋友说我是不是神经衰弱，我自己在家里面做个饭，背后有人叫我，我都会被吓到的那一种。不咋，我你咋不说话了呢？刚刚还叫我等他。这款手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宝宝有没有喜欢的？五号链接，他给他做有很多配色的，宝宝有黑色有银色，哎，还可以看看这款黑色的，宝宝经典又耐看不过时，宝贝们，什么风格都可以，什么风格都可以适配的，宝宝上班上学通勤就会约会戴他都很 OK， 宝宝欢迎陈宝，欢迎十一进口吸铁城2035金工机芯蓝色的，宝贝儿。电池用两年用三年照样总是走字的，宝宝，298年价格，宝宝，它的性价比很高。双金供应一直以来，宝宝，咱都是一个398打底，宝宝，这个是给你做一个破价活动，相当于宝宝喜欢双金供应的宝宝，五号链接298、358，你们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，宝宝们。感兴趣的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七天无理由180元质保的，宝宝给你们做是个售后无忧的啊，宝宝有任何有质量上问题都可以找主播的，宝宝谢谢十一的一个关注，小宝有没有感兴趣的手表啊，宝贝儿，主播一个人巴巴的巴半天，宝宝没一个人理我呢，理一理主播，能不能管一管晨晨的许活啊？我们管一管晨晨，欢迎蛋家宝宝，欢迎哥几个，还有一个啊，白碧南，白碧南还有一块了啊，宝宝拍回家直接去拍啊，宝宝手表现货啊，宝宝今天拍今天发，三天四天到你家 CDC 发货，宝宝默认快递是那个钟老师和申老师为你们服务啊，宝宝钟某和申某，宝贝儿358免价格带回家，宝贝们。直播间啥样收货就什么样的，所见即所得，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贝们。小黄车链接宝宝四号链接只有一个的一个现线，宝宝358免价格，宝宝白冰蓝视觉降温，宝宝质感贼拉好，宝宝看一下鎏金竖条纹两束加叉光线极光的感觉，带夜光带日历带防水，宝宝有没有想要我的手表，宝宝？文你怎么不说话，宝贝儿？你咋就呆着了？哎呦妈呀！欢迎画个逗号给明天。我们机器人卡住了，这数据线充不了电。静静的看着，陪伴就好啊，宝宝。陪伴就好，宝贝儿。你今天带灯牌了耶，18级6哥们老铁，欢迎 XXY， 欢迎大家直播间宝贝们想要看的款播，看一下白罗马吧，我蛮喜欢白罗马的。一号链接白罗马宝宝，珠光白夜光白的一个效果，宝宝真的吗？其实我日常就是那一种，其实你只是刚好看见了我那天早上的一个样子，其实我进平时生活中是平时是这样子的，不好看吗？很奇怪吗？我啥样的样子都有，我什么风格的都有，我啥风格的都有，
咱主打就是一个百变，百变小樱。欢迎雨涵宝宝，欢迎你们。一号链接白罗马可以看一下，粉罗马跟白罗马很适合送女孩子宝宝。如果不知道是女孩子过生日不知道送什么的宝宝，粉白罗马闭眼去拍宝宝，很百搭，气质女神宝宝，带上去刘亦菲本菲啊宝贝儿，398面价格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宝宝，所见即所得的乖乖。直播间啥样收获就是什么样宝宝，挺好挺好挺好。双重肯定表否定，所以说是不好对吗？欢迎 Only 宝贝儿，欢迎大家。有没有感兴趣的手表啊宝贝们，追风宝贝们想要看的款宝贝儿。哎，追风宝宝刚刚是不是有拍了我们家的手表啊？我记得追风宝宝是有拍了一个我们家的手表的。欢迎饺子宝宝，饺子欢迎我想睡觉宝宝。一号链接黑红宝宝去拍宝宝，你今天不买你明天没货，没有给大家做饥饿营销宝宝，只有50个宝贝儿，只有60个的一个现钱宝宝，但是啊宝宝一天卖出去几十个宝宝，咱今天这场直播已经卖出20几个了宝宝，你们自己算一算他能撑多少天宝宝。明明是重要的事说三遍，哦真的也刚好是三遍耶宝宝。好的小伙儿感受到了宝宝，黑红罗马啊宝宝，3天啊宝宝，哎不用3天宝宝，2天了宝宝，你今天不排明天就没货宝宝，现在给你做现货宝宝，能排都能发的，没给他做饥饿营销宝宝。手表它是有那个，它是师傅们手工组合而成，还有 QC 自检加在一起的宝宝们，所以说如果断货之后宝宝它是有时间的宝宝们，等下能给你争取做现现的都是给你做现现的宝贝儿。398免价格宝宝，一号链接黑红罗马，拍回家去试一试宝宝。恭喜老板穿大家一号链接啊宝宝，谢谢宝宝的一个支持。听人劝吃饱饭宝宝，你吃2大碗啊宝宝，感谢你的支持啊宝宝，静待收获实物跟经验宝宝。一号链接黑红罗马宝宝直接去拍宝宝，没骗你们宝宝们，真的老铁。而且你想嘛，你大不了宝宝不选就退就行了宝宝，7天无理由180元质保，售后无忧的宝宝，你售后搁着的你担心个啥宝宝。欢迎那个男人宝宝们，对不对宝宝？而且主播晨晨天天播宝宝，不是说咱直播间不是说今天播了明天就不播宝宝，地球不爆炸咱们不放假宝宝，360天天天播，有问题找晨晨啊乖乖，哎找老找售后啊宝宝。一号链接398免价格，还没喜欢的宝宝们，今天不买明天就没货啊宝宝们，很难得很少见亮眼吸睛小手表宝宝，上手显白衬肤色，黄黑皮轻松戴宝宝，不嫌你们黑的宝宝们。欢迎西西清风宝宝们想要看的款宝贝儿，你怎么话都少了，我怎么变这样子，你话都不跟我说了，我今天不化妆你还给我打点话，你今天话都不给我说，你适应不过来吗宝宝，差别很大吗？我很丑那我走。欢迎41 party， 欢迎大家宝宝，今天拍今天发成都发啊宝宝，再给他进去看一下质量的效果，就一号链接飞鸿罗马就给他过掉了啊宝贝们，倒也没有啊宝宝，不用硬夸啊宝贝们，丑我就走了。来看一下啊宝宝，5A级奥钻珠宝级别程度宝宝，8爪真空镶嵌工艺，这么刮这么蹭不掉的啊宝宝，掉不了半点的一个色儿的宝贝们，跟钻镜面强化矿物镜面宝宝，看没有，没有划痕出现啊宝宝。一号链接黑红罗马宝宝，今天不拍明天断货宝宝，没做饥饿营销和宣传，喜欢直接去拍宝宝，不是那种割韭菜直播间宝宝，今天卖了明天跑路的宝宝，天天播的啊乖乖们。一号链接黑红男女同款啊宝宝，手表不分男女的啊宝宝们，喜欢的话直接去拍了啊小宝儿，这时候就给他过掉了。哎，但你是怎么刷到这个直播间的？我记得你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直播间啊宝宝，欢迎柚子哥哥，欢迎直播间宝宝们，欢迎可乐果果。哎，讲半天卖出去一个手表，口水都给我讲干了。来看一看磨砂质感的吧宝宝，看一下我们家5号链接宝宝磨砂质感那个手表，看一下它
这种会比一号链接黑红罗马的话稍微的低调一点点啊，宝宝们，表带它其实是有个细闪的，宝宝，你远距离它就是磨砂，近距离带细闪的，宝宝。我看是个小伙之后我就退出来，对，我两个直播间都有在播，每天班表不一样嘛，换着换着播，但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偶尔反正近两边换着播吧。双金工艺，宝宝，这款手表性价比是很高的，宝贝，大家358米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带回家，宝宝，你看一下，它这个我个人认为啊，宝宝，黑红罗马是圆形表盘，它是42表径，哎，不是40到42啊，宝宝，我还是没看到这种理解，哦，缘分，宝宝，缘分让我们相遇了。然后呢，宝贝儿，四号链接的话，它给你做是个八边形表盘，它其实会更加一囊一年的，宝宝。哦，我的声音 ，OK， 我声音不好听，但是看一下它八边形表盘会更加硬朗，线条感更多，所以我觉得宝宝你想要硬朗一点点，就是帅气一点的宝宝们，就比较更闷一点的话，宝宝你拍这个就可以，宝贝儿。我迷路了，不至于，宝宝，不至于，宝贝儿。看一下，欢迎小野野宝宝。五号链接和一号链接啊，宝宝都可以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很纠结不知道选哪一个的宝宝们，拍两个都拍回家去试戴和体验一下下，宝贝儿，所见即所得的，乖乖，直播间啥收样收到货就什么样，宝宝，358、398，宝宝一顿火锅钱就可以直接拿下的手表，宝宝们，手表通通给它做防水的啊，宝宝，咱家是给你做一个30米到50米的一个生活防水，你们5度以下水可以随便碰，宝宝，大家收到货之后你先去淋一下水都是可以的，宝宝们，拍回家去试一试啊，宝宝们，再看一下这两款的上人效果，我觉得夏天来了，宝宝，大家戴钻表很不错啊，宝宝，夏天戴钻表是非常吸睛的，宝宝，这是磨砂的一个质感，宝宝，更加硬一点点，宝贝，男子汉，宝宝，欢迎师哥，358，宝宝们。欢迎吃个猕猴桃，宝宝，这个是黑红罗马满钻带钻黑钻白光的一个效果，宝宝，398，宝宝，钻的话稍微贵一点，宝宝成本也更贵啊，宝宝，谢谢贝壳的一个关注，谢谢小宝儿，小宝儿们想要看的款，宝宝们，小黄车链接直接去拍，宝宝不要加入购物车之后就没后续了，宝贝儿，咱家7天5理由180元质保，宝宝拍回家去试戴和体验一下都是可以的，宝宝。手表有任何质量上问题，掉钻掉色发光发黑都可以找到主播的，宝宝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宝宝们，直接去冲，宝宝，一号链接没货呀，宝宝，你今天不买明天真没货啊，宝宝，本来这个黑红罗马又是断的货才补的，断了几天才有的货，今天又给你们到货了，你又不去拍你又要没货，宝宝，不要做熬暖酱啊，宝宝们，亲人劝吃饱饭，宝宝们，早拍早发，你们祖师爷都教你了，犹豫就会败北，真心就会白给，宝宝，拍回家去试一试，欢迎米奇宝宝，谢谢小陈同学的关注，谢谢小宝，哎呀，我这个头发老掉下来，有没有想要看的手表，宝宝们，左下方两行车链接，宝宝手上拿的一号链接黑红398，四号链接358，白冰蓝就一个的一个线线了，宝宝，聊会天吧，宝宝，文文什么星座的，文宝啥星座的，跟我聊聊，欢迎家伙宝宝，欢迎你宝贝儿，欢迎坐怀不乱小郎君宝宝，双子，哇哦，害怕，好害怕，双子太神，有点神经质啊，宝贝儿，成都的店啊，对的宝贝儿，我们家是 CDC 的啊，宝宝，成都的，2018年成立的一个小众原创设计师品牌，宝宝。本土的原创设计师品牌，为啥？因为他们说双子的话，他比较那种两面人啊，下一秒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真的拿捏不透。欢迎小江，小郎君宝宝有没有想要看手表，宝宝？
看手表吧，宝宝。咱们主播是带货主播，带货直播，没必要，宝宝。喜欢主播点个小关注就可以了，宝宝。感兴趣我要看一看咱直播间手表，宝宝。欢迎马楼来了，宝贝儿。我真没有。素吗？就是说情绪变化是会比较大。直播间宝宝们，左下方小红书链接看一下，宝宝，我手上拿的这款我们家的一个四号链接，宝宝，白冰蓝小红书链接还有一块的一个线线，宝宝，看一下。表盘那里给你做是有鎏金竖条纹的一个设计，宝宝，两束交叉光线的啊，宝宝们。真的吗？你多少岁了呀，文？你多少岁了？表盘内有两束交叉光线，宝宝，黑盘红盘拿来对。黑盘红盘是这个吗，宝宝？35岁哦，那确实应该沉稳一点点了啊，宝宝都35了啊，宝贝。你是要哪一个，宝宝？这个的话是我们家一号链接，小郎君，宝宝。这是真的，宝宝，你们这一号链接黑红罗马，你今天不买，明天真没货，宝宝。咱们直播间宝宝天天播，宝宝，但是一想整天都在播的，宝宝，你一天起码卖出去起码20-30个的，宝宝，这个现货只有60个，宝宝，你们自己算一算，宝宝们能卖多久，宝宝，那真不是一点点。35岁确实比较沉稳，宝宝，各位，对，说什么话呢？小郎君，小郎君宝宝，一号链接喜欢的话直接去拍，宝贝儿，一号链接直接去。你这不是稳，宝宝，你这是经验阅历到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你了吧？你好呀，晨晨宝宝，我也叫晨晨，主播也叫晨晨宝宝。马尔代夫男不带钻的呢？怎么没有链接？马尔代夫男没有那个现货了，宝宝。马尔代夫男在5号链接，但是没现货了，宝宝。你需要等几天才有货啊，宝宝。有售后的呀，宝贝儿。7天无理由180元质保，宝宝。有问题找那个客服啊，宝宝。找抖店客服帮你解决的，宝贝儿。小郎君宝宝喜欢一号链接直接去拍，宝贝儿。喜欢一号链接直接去拍，宝宝，早拍早发早买早享受，宝宝。一号链接和五号链接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宝宝。一号链接是带钻的，宝宝。五号链接是给你做磨砂质感，宝宝们，找一下抖店客服，宝贝儿，联系抖店客服，宝宝。表带扣不紧的话，客服帮你啊，客服在上班的，宝贝儿。确实，35岁不老，35岁这是一个男生正值事业啊，心智成熟的时候，挺好的。五号链接是给你做一个磨砂的质感，宝宝，你看见没有，宝宝？它的表盘是给你做8边形表盘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宝宝，你仔细看，你会感觉这个表盘那里的极光感觉也会稍微带点磨砂的效果，宝宝。然后呢，小郎君宝宝，五号链接它的性价比会更高，它只需要358枚价格，宝贝儿，它是358枚价格，一号链接是398，宝宝们。有没有5K？ 没有，宝宝，联系客服走高定。咱们家有高定，宝宝，高定的话1W7，宝贝儿，咱家有高定啊，宝宝。目前的话，直播间的话，成品表都是398、498、598的价格，宝贝儿，能懂吗，宝宝？小郎君宝宝，你可以上手看一下，你要带钻的，像不带钻的，宝宝。五号链接358，一号链接398，我个人会更偏向一号链接398的价格，宝宝。夏天啊，宝宝戴这个手表更加闪，更加亮眼吸睛，宝宝更加抓睛，宝宝一眼惊艳到你的一个手表，宝贝儿，能懂吗，宝宝？小郎君宝宝咋不理我了，宝贝儿？手表给你们做现货，宝贝儿，今天拍今天发货的，宝宝，这款手表，宝宝，一号链接，乖乖，今天不买明天就没货啊，宝宝，给大家说了，宝宝，不要等加入购物车明天之后再来，宝宝，没有啊，宝宝们。拍过要去试戴和体验一下下，乖乖，7天无理由180元质保的手表，在半年以内有质量上问题，宝宝，掉钻掉色发黄发黑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的，宝宝，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售后无忧的啊，宝宝，可以放心去戴的一个款啊，宝宝。欢迎香菜很香，宝宝，欢迎直播间宝宝们。哎呀，怎么没有人理我呀，宝宝们？哈哈，笑什么？干嘛？烦得很。2011年的。
年啊，明年也23岁了。欢迎鹿港，欢迎大家，宝贝们想要看手表，宝宝左下方小红书链接浏览一下，宝宝还好吧？23岁啊，也不是很那啥了。欢迎泡泡，欢迎黑魔鬼宝贝儿，398宝宝，黑红罗马少量现货宝宝，他把前面的预售款发完都直接没几个了，宝宝可能就只有20-30块的库存了，宝贝儿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去冲，乖乖，男女同款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带的，宝宝差点大你一轮，刚好一轮啊，宝宝刚好一轮啊，还好吧，35岁只要你保养得好啊，其实也还好。带5号链接看一下，宝宝觉得398贵了，宝宝防水啊，宝贝咱家手表是给你做一个30米到50米的生活防水的，宝宝5度以下的你可以随便碰，你收到货之后先去淋一下水都是可以的，宝宝咱平时都是搁水龙头底下淋的，宝贝你可以看一下，乖乖黑红罗马宝宝水龙头底下你直接淋啊，宝宝们你看没有，日常生活防水啊，宝宝你90年是多少岁，90年100减90110岁，今年24加10哦34岁，比我大11岁。君豪宝宝喜欢的话直接去拍，宝贝儿你看你喜欢哪一款手表，宝贝们手表通通给你做防水啊，宝宝带着洗手洗菜卸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宝宝男女同款，宝贝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，宝宝们手表不分男女啊，宝宝日常生活防水啊，宝宝小郎君宝宝喜欢就去拍，宝宝不要太纠结和犹豫，宝宝们早拍早发早买早享受啊，乖乖犹豫就会败北，金星就会白给，宝宝错过就只能拍大腿了，宝贝儿直播间啥样收到货就什么样，宝宝没有出入的款，宝宝们7天无理由180元质保，宝宝嘴皮都给你讲溜了，哥们们雷喽，欢迎奶粉儿，欢迎大家小郎君宝宝君豪宝宝给我说一说链接号呢，宝贝儿笑什么啊，我小爪子买手表呢，认真严肃一点点，注意点形象吧，我还是398一顿火锅钱，宝宝你知道成都什么贵吗，你知道四川什么贵吗，烧烤老贵了，你在外面随便吃个烧烤宵夜烧烤，宝宝398你就带你都一顿烧烤你就拿下了，宝宝烧烤一次性消费说没就没，咱们戴手表宝宝戴多久，戴1年2年咱算一算，398除以360乘以2六七百，宝宝再算一算一天才几毛几分啊，几分钱，宝宝你这么算起来是不是相当于398白买了一个手表，你花了398我白送你一个手表，宝宝这笔账你们自己算一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宝宝所以说直接去拍，直接398免费得一个手表，可爱可怜没人爱呀，我真的还可爱，我可怜没人爱，欢迎直播间宝贝妹妹想要看的款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168克高克重，宝宝我们家不做纸片表不做塑料表，宝宝拿在手上它的压握感是非常强的，宝宝很沉甸甸又有质感啊，宝贝儿168克高克重，宝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一个塑料感啊，宝宝们实心金刚材质来自的，宝宝 EX 宝宝你的手表也没去拍，宝贝儿快去拍吧，哎 EX 好像是拍了的，宝宝不要带支付啊，宝宝们我一眨眼一个带支付，宝宝抵什么，宝贝儿不要带支付，我看看是在我直播间没，抵抗宝宝不要带支付，宝贝儿小黄车链接宝宝1号链接黑红罗马宝宝和库存特别少的宝宝，你重庆的我们成都的现货宝宝今天拍今天发货，宝宝你等个2天你等个3天你就收到货了，宝宝你速度贼快，宝贝儿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看一下，宝宝1号链接黑红罗马你今天不买明天真没货，宝宝真没骗你，宝宝老板自己说的，宝宝只有60个的现货，宝宝都已经卖出去20-30个了，宝宝你对吧，你按这么下去宝宝接下来还有晚上还有直播，宝宝你明天就没货了，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贝儿恭喜老板全款拿下1号链接
感谢老板的一个大力支持，爱你宝宝，比心比心比心 ，kiss 一下，亲亲啊，宝宝，谢谢你宝贝儿，不会辜负你那个信任的宝宝，静待收获啊，宝宝，实物更惊艳啊，宝贝儿，看没有闻，这就是实力，让我得到一个代支付，好不同。刚刚的那位小宝还在吗？看看朋友宝宝还在不在？走了，小郎君宝宝不要走了，宝贝不要纠结了，宝宝直接去拍吧，宝宝拍回家去试一试，宝宝感受和体验一下下，宝宝主播晨晨宝宝真的宝宝给你们真心实意给你们推荐好手表的，宝宝拍回家喜欢就去试一试，宝贝早拍早享受，宝宝欢迎日落时 kiss 啊，宝宝398免价格，宝宝们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宝宝多美多帅，宝宝带着出去扒武器一下，蹦子大死一下，宝宝品质做工非常到位的，宝宝五 A 级奥钻八爪级别，五 A 级奥钻啊，宝宝珠宝级别程度，宝贝八爪真空镶嵌工艺，不掉钻不掉色的，宝宝你们拿钥匙这么刮这么蹭的不掉，你多抗造，你多耐磨损，你自己看一下，宝宝它的品质和做工，宝宝放心去戴，宝宝们今天不买明天没货，398喜欢直接去拍，宝宝已经拍了，担心掉钻，我知道我看见你的订单了，宝宝爱你啊，宝宝 kiss 一下，它都不掉，宝宝而且我们家有半年额质保的，宝宝你半年以内你掉钻你直接给我退回来，宝宝你半年以内你掉钻你直接给我退就完事了，那钥匙这么刮这么刺它都不掉的，宝宝你看没有，帮你补钻的啊，宝宝欢迎孤狼宝宝，你放心去戴啊，宝贝儿，放心啊，宝宝。其他的宝宝还没想要看手表，宝宝。本人不想拍，还叫我宝宝哎。呜呼，呜呼，这就是我的手段，逗你玩的啊，宝宝。都是我的小宝儿，都是我的小宝儿。黑红罗马宝宝去拍吧，宝宝们我做梦都是黑红罗马没货了，宝宝去拍，宝宝欢迎海浪宝贝，欢迎大家，一号链接398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，宝宝值得你们去入手看一下它的细节做工和品质，因为我们家这手表呢有很多配色，宝宝还有个绿色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绿色的话就是比较低调大佬的感觉，宝宝就是这样色的，男的黑的好看呗，我觉得黑色男生啊基本上肤色宝宝都会就是说担心那个怎么回事，肤色都担心那个黑，宝贝儿都肤色都不是很白啊，宝宝咱这么说你戴黑色不显黑，宝贝儿石英手表宝贝儿西铁城2035机芯，不乖乖靠电池续航的，它的电池可以用2到3年，宝宝它不会出现一两个月之后不走时不走字的情况下，宝宝小郎君宝宝直接去冲，宝贝儿哥老铁亲，五号链接可以试戴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宝宝五号链接是这样，五号链接是给你做一个磨砂质感，宝宝它的会稍微低调一点点，它性价比会更高，它358免价格就可以直接带回家，宝宝你可以看一下，宝宝它给你做是八边形表盘42表径，宝宝男生女生都可以戴，宝宝男孩子手腕粗可以戴，女孩子手腕细也可以戴，宝宝手表侧边它是有预留孔位的，宝宝石英手表来着的，宝宝像像像宝宝看一下，宝宝不掉钻不掉色，表带的这个细闪，宝宝非常抗造耐磨损的，宝贝儿它这个钥匙这么刮这么蹭的不掉，宝宝它是出了名的一个抗造耐磨损，宝贝儿欢迎库里耶宝宝，你看没有这么刮这么蹭的不掉，而且这款手表宝宝你远距离看的话就是一个磨砂的一个效果，近距离才是有细闪在里面的，宝宝就是说看着简单而不简约的一个手表，谢谢库里耶宝宝的一个点赞，小宝有没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去拍，宝宝这个手表也是给你做一个现货，宝贝手表也是给你做现货，宝宝今天拍今天发货的，宝宝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宝贝五号链接已经给您弹窗置顶出来了，宝宝秒拍秒付现货现发，不要带支付啊，宝宝喜欢的话直接去冲就可以了，宝贝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，宝宝恭喜老板成为了呀五号链接，谢谢我宝儿的一个支持，爱你宝宝，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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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亲亲亲亲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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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宝贝儿，静待收获实物跟经验啊，宝宝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，小宝儿今天就给你安排打包带走啊，宝宝看见没有，闻
拿下宝贝儿，拿下宝宝，这就是实力。我已经不是你当时看到我的一个样子了，宝宝，那是早场的我，那是早场的我，现在的我是钮祜禄晨晨。七天无理由180斤质宝袋给大家啊，宝宝们，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宝宝都可以拍回家去试一试的，宝宝们都可以拍回家去试一试的，宝宝，七天无理由180斤质宝的乖乖们，胖大海宝宝们想要看手表，宝宝，谢谢抵抗宝宝的关注，谢谢你小宝，爱你宝贝，比心比心比心 kiss 一下小郎君啊，宝宝，你在你纠结的这个期间，宝宝已经有3位宝宝，已经有中间多了3个订单了，可以发宝宝，今天可以发宝贝，今天早中午拍的今天早上中午拍的已经发货了，宝宝可以发货啊，宝宝，手表给你做现货，宝宝库存就会比较少，是这面试的化妆，其实有时候化不化妆都不一样，其实也看状态，我说实话直播的话也看状态，这个痣真的好明显，我就把这个痣明显的这个痣给它点了，你们看文，你看我直播看这个痣明显吗？欢迎 Coco 同学，宝宝看一下1号和5号啊，表盘更深，我觉得一号链接的表盘要深一点点，宝宝，我个人认为1号链接表盘要深一点，但感觉差不多啊，宝宝。